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节目开始前，先来一段小口播。你读过杂志，但你有听过杂志的声音吗？你知道 Verse 杂志吗？ Verse 用深度报道寻找台湾当代文化，而它也有 podcast 叫做 V-voice， 它把每一期的封面故事录制成节目，有时候是进入采访现场，有时候是编辑们分享撰写历程。最新一期的主题是岛屿南方的音乐之旅。在 podcast 里，你可以听到动人的恒春民谣及高雄的独立音乐。现在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 V-voice V-voice 即可收听哦。你说到焰头王，那时候曾经想过要全身除毛，然后变成光头，想说会不会到底会怎么样啊？要不要就是全身干干净净的去见法官啊？女生看起来很丑，对。对，有必要吗？ 我女友就说，你如果弄成这样，你连我都不要见，你不要说见法官，你先不要吧。我觉得你别见我。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正确啊，就是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就是你知道，在当下就是慌了。现在是下午4点20分，你正在收听的是鬼岛之音电台大麻烦烦节目，我是惊喜律师，我的专长是解决大家的大麻烦。今天呢，主题很有趣。我们的零检盘查 case study， 这位同学呢，他在去年的11月底终于结束了他的缓刑，所以他决定下来跟大家分享他当年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不会说出我不同意搜索？我来欢迎张先生。Sup， 我是 Sean。 所以那时候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你们是开车吗？对，我也是开车，半夜我记得我要去接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她喝醉酒，我要去，不是要去建宏牛肉面，我先把她送回家之后，我去牛肉面鸡汤大安区那间，所以我先从芦洲往大安区开，我在搜狗旁边遇到了一次临检，她先放我通过，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跟我的那时候的副驾的兄弟去吃了牛肉面鸡汤。吃完之后，我们再经过同一条路，他就请我靠边停了。然后呢，说：“嘿，阿 Sir， 你要吃宵夜吗？”没有，我说：“哎，怎么了吗？”他说：“哎，没有，我们下来看一下你的车。哎，你衣服蛮好看的，是哪一家的？”我还说：“顽童的啊。”我还想说：“没事吧？怎么了吗？”是因为造型的关系所以被拦截吗？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的车子的关系。因为你开了什么？我那时候开 BMW 335，然后是黑鼻孔、黑轮框。全车都黑的了，然后我朋友都说，不然你拦谁啊？你那时候如果开的是 Tesla， 你就不会被拦。还没交车，哭啊！然后第二次之后下来，我就在路边跟警察聊天，大概30秒吧，他们就从我的驾驶座抄到了一支烟斗。等一下，你为什么要跟警察聊？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你会觉得 OK 啊？给你看。当时是我以为我车上没东西，然后我身上也没有东西，但我知道我前几天有不乖。对，然后我就下车，反正警察看起来也和善的，所以我就下车聊天，聊没有30秒就开始进到今天的重头戏了。请问他们找到了什么？他们找到了一支里面有一些残渣的烟斗。等一下，所以是灰这样子，灰烬。对对对，灰烬，全部都是黑黑的，纯粹的垃圾。对，然后他们就非常兴奋的找到了，很后面的学弟就开始把它放到了其中一台 RAV4 的引擎盖上面，然后说来这边我们验验看，你刚刚说是烟草嘛，我们验验看是什么，这样就刮了一些丢进那个试剂，开始摇没2下它就掉到地上，可能那个学弟也在紧张，年关到了嘛，对，那个试管就破掉了，然后我想到碎了，没事了啦，又拿一个出来，立刻一摇就红色的，那没救嘞，对，然后就上铐了。那你的副驾傻眼吗？哦，他也上警车了，我想起来，他有被捕吗？他没有被捕，但是他一起上警车，但是车子是由警察开回大安分局的。哦，对对对，哦，我还记得那时候是12个人拿着枪压着我收队。那时候大概几点？1点40几分、哦，那是差不多了。对对对，如果没有，他们就要站整夜，所以他们赶紧哦，对，没错，收队。因为我们有听到有一个学弟在后面说：“咋的，跟你讲过啊，2点进前一定脏掉一个。”就是他们当日的大雨。没错，然后他们开开心心的压着一个穿着睡衣的人压进了大安分局，开始一连串的轰炸。他没有跟你讲说夜间可以拒绝讯问吗？没有耶，他有说我可以请律师，但是律师现在都睡觉了，你要不要赶快坐一坐？哈？对，你要不要赶快笔录做一做下去休息？真真跟你说的。对。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我想就不讲全名了，就大安分局我也熟嘛。就是哎，shout out to 大安分局，谢谢你好不好？谢谢你们，如此的除暴安良好吗？谢咯，最喜欢让我半夜出门的就是你们。Anyway， 他上次还说，哦，我觉得很多人都就是不照那个程序来啊，这样真的不行啊。我也是法律系的，我觉得这真的很糟糕。我完全同意你的所有说法。哦，是吗？真真吗？真是够了他。亏我还一直觉得他是个好人。Oh no， 让我来娓娓道来。因为进去第一件事情要先验尿，但我实在是紧张到尿不出东西，所以他们就很贴心的给我很多的御茶园还是原萃什么的，灌了3罐之后我总算尿出来，尿出来之后才可以开始做笔录。哈，对，这是负面示范嘛？但是这是常态。各位，如果不幸被叼进去，你还没找到律师的情况下，这是常态。记住你的权利，就是说他已经坐下来问说啊，你什么名字、出生年月日、住哪里？好，今天因为什么事情？然后你这时候就说现在是夜间怎么样？比方说 ，no， 我不接受夜间讯问，我要休息。然后我早上再请律师。正确的做法是这个，但是他就是直接调讯问。太阳下山之后到日出之前都不可以。查日落跟日出的时间其实很简单，拿出你的手机，点下那个天气，是这样认定的，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今天日出是几点，日落是几点。他不会说你有权拒绝夜间讯问，他会跟你说现在是夜间，你是否愿意接受夜间讯问？你会觉得说啊，这句话是废话吗？现在当然是夜间，那我可以说不要吗？对，你可以说不要。OK， 这就是话术。他就是在话术你啊，因为其实夜间的时候大家其实精神不济，然后第二个是像刚刚真真说的也对啦，就是半夜其实很少律师啊，我会出来是因为我那时候大概是喝酒回家。然后我就先去做了这个笔录，第一次的笔录，因为我在外面思考了很久，我该怎么说那只烟斗的来龙去脉，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它在我车上，对，所以那不是你的，对，不是我的，那你也不知道是哪白痴留下来的。然后其实把东西留在我车上之后，我还开了那台车蛮久的时间，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车上有东西，所以临检真的是刚好赚了3条的业绩。为什么会3条？我后来尿完尿之后就开始做第一次的笔录，然后第一次做的笔录后面根本就没有用。对。那我做完这次的笔录之后，我就先下去地牢休息，大概过了半小时40分钟，巡佐又把我再提上来一次。他说：“你手机密码给我，我要看一下你的对话，然后你需要供出来你的共同吸食者，还有你的来源，否则你可能关不完。”哈。对，这是不正讯问哎。大家这边先暂停一下，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第一个，你可以不用给密码。虽然他最后都可以破解，但是因为破解要钱要时间，其实你不想给你就不要给。理论上单纯的私用跟持有，而且持有这么少量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扣你手机的，甚至他们是警局说要扣手机，你的手机应该到现在还没拿回来，对不对？没错，我的手机还在土城的那个赃物库，然后我是到去年有收到通知啊，说可以去领我的手机了，那就变电子垃圾了吧？对啊，我想说 whatever， 你就放在那当做一个国家的纪念楼。我就没有去拿了，然后反正后来他就把我再提上来，然后看了我所有的手机，所以他是直接刷开我的手机，到我的 LINE 里面打大麻2个字，跳出来的第一个记录就是我跟我女朋友那个时候一直在聊关于这些有的没的，所以其实真的不能太嚣张啦，就是大麻真的超级违法，台湾的警察真的是玩真的，上铐的时候那个瞬间你就会知道哦。没有什么从轻量刑的，没有什么国外合法，台湾就会跟着国外走，没有这种事情。台湾超级违法。其实私用跟持有是不用供上游，因为供了没有意思。你供了，你还是得借你资料或观察乐界，没错，一点意义都没有。对，所以他完全就是想要耍你啊，想要再刀我的第3条转让，但是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有转让这条罪。我只知道有运输啊、贩卖我都没有啊，持有吸食就是这样吧。然后他就看到我跟我女友的对话记录嘛，他就说要不然就是他明天早上8点自己来验尿，不然现在3点半我去他家铐他，你选。没有这种事哦。对，然后他还是在他的电脑里面调出了我女友的资料，问说是不是他。现在警察的手上的小电脑就可以调了，所以才有之前那个很漂亮的女生捡到东西送到警局，然后警察那边打闹说猜她几岁，他们现场查，这样还打赌这样。我就觉得说警察可以这样乱查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呢，还是很有趣啊。他做的那些都不应该出现的事情了。对啊，然后隔天我女友就慌慌张张的来验尿了，但是阴性。在当下我想说也不知道他验出来是什么性啊，反正我们就对对对就不会知道嘛，我们就回去等。那等待的过程我就开始收到持有细思的传票，然后要开庭了，大概是北检那边。然后我因为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所以我还特地的回家拦截我的传票，还跟我家那里的那个邮政总局的那个邮务室变超好的，就是我说你只要看到谁谁谁的邮件，立刻 LINE 我，立刻打给我，我立刻赔回去拿。就我真的有拦到，我拦到了第一张北检的传票，也拦到了缓起诉的那份判决书。过了大概2个礼拜，我就收到4检的传票了，然后那一张是我完全在意料之外的，我不知道有这一张。然后我爸转让，对，我爸收到，你吸毒哦。哦啊！我的天哪！然后我爸那通电话挂掉之后，我说没有没有，好像有。你爸骂你骂了多久？哦，我爸失去理智大概20分钟左右，但后来他就回神，然后说：“好，你现在从台北给我回台中。”我说：“不行，我要去台南出差。”然后我说：“好，你愿意出差，赚钱比较重要，回来再说。”这样，然后重点是我妹下个月结婚。哦，我家那真的是鸡飞狗跳的。然后他说：“我先不会跟妈妈说。”我爸电话挂掉，我女朋友的妈妈就打来了：“你带我女儿吸毒哦！”然后我说：“没有啦，阿姨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他的传票上面到底是写什么。阿姨后来才说：“哦，我看也是没有啦，因为他上面是写证人啦，啊，你们看起来是要一起去开庭啦，这样。”所以我女友被传证人，然后我是被告去开40的转让这一庭。我觉得超荒谬欸。对，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转让啊，才开始请律师。你应该是吃药事法吧？对，药事法。这蛮惨的。对啊，我记得我又要开始跑事检这个庭嘛，然后找律师。那个时候找的律师刚好也姓李，刚好。他是说，因为你这个前面已经有一条缓起诉了，虽然你是1案2办。我会跟检座那边说，但是在判例上很难再给你一个缓起诉，然后再加上你后面那个是要事法，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你可能会被起诉，但是缓刑应该没有问题。我那时候也搞不清楚什么起诉什么缓刑，我想说起诉完蛋啦。然后他说啊，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反正total搞下来将近1年，我19年年初被抓，到19年年底才全部尘埃落定。然后我后来是有条件的缓刑。跟各位报告一下，所谓缓起诉就是说你暂时不会被起诉，所以你拿到缓起诉的话，你不会有犯罪记录。那如果是持有、私用、转让，你那个比较像帮助私用，你们应该是一起用吧？对对，那应该是帮助私用啊，这种其实都可以拿缓起诉啦。那起诉之后缓刑的意思说你会有犯罪记录，你会有罪，可是你不需要进去关。但是就算是转让见到罪好像不能一颗罚金，但是你可以易服社会劳动。没错没错没错，你可以易服社会劳动。对，但是他给你缓刑，叫你捐多少？6万。6万块，合理，因为2个月1天1000块、就是。只是我后面就是连续有1年半，每个月都要去验尿。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去戒瘾治疗大概是什么样的流程？第一次戒瘾治疗，他是先转介到松德院区，然后第一次是比较贵的，大概快要5000块，但就是什么都验，各种的毒品啊、艾滋啊、淋病啊、梅毒啊，全部都验，全部都验。所以你以后要约炮的话，就可以把那张拿出来说：“你看我验过，就是我都干净。”我一直都放在手机里啊，放什么东西啦？方便佐证，没有，我开玩笑的。你看我全部干净的，我开玩笑的。对对对，就是第一次的时候验比较多，那第二次之后每个月大概是1500块。然后自主的验尿。那他进去诊间，医生会跟你说什么？我的医师超屌的，是一个很年轻人，他第一次就跟我说，我知道这东西其实比抽烟喝酒还没有伤害，但因为台湾不合法啦，所以你就乖乖的来走我们的这个流程。但如果中间有一些差错，比如说又阳性啊什么，你就告诉我，然后我们不会立刻就通报。基本上医院还是把我们这样的人当成病人，对，但是就不要太多次。基本上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那个心理压力太大了，我就再也不用。你在医院验尿验多久？验了多久？医院1年，1个月1次。对，1个月1次，地检3个月1次，维持1年半。中间有重叠吗？你是医院验完再去地检署？没有，有重叠，有重叠，没错。对对。你可以选择以下的方式支持大马福凡。每集听100遍，把节目推荐给身边100个人，或者是到大麻烦不烦泽募资计划支持我们。你大便的时候也可以听，重训的时候也可以听啦，慢跑的时候也可以听，好不好？我觉得重训卧推的时候听有点危险，因为可能会岔气。除此之外，请在安全的情况下你就放着让它跑，让我的声音变成你的背景白噪音。 OK， 感谢大家。Sean 是第一个戒瘾治疗经验然后来上来分享，之前我们都是乐戒。对，我们之前都是乐戒，之前没有这种戒瘾治疗。对，我朋友都说我是一票玩到底啊，没有人这样子，没有这样玩的啊。我们吓死了，哇塞哇塞。对啊，其实也没什么事情，然后判决书超短的，但是就是从地牢一路的跑进了一审，通常不会见到法官，不会见到法官，对不对？你根本不知道法官做得很高。我那时候法院真的很大，他就居高临下的问那个现场的检座说：“有条件的缓刑，检座答应吗？”因为法官刚刚说没有意见。对对对，他就会很懒的说：“好，没有意见。”大律师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好，下一位，因为我们那一堆人，后面还有酒驾的，全部都坐在那个后面，就是一个个等。哦，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地牢往那个地检署要开的时候，我待的那一间是比较大间的，但那一间就是比较轻的罪犯。地牢里那个他也跟我一起关，他是一个惯窃。然后还有一个诈欺的，就是我们三个关在一起，等着要轮流进去开嘛。旁边那间超可怕，旁边那间都是重罪犯。譬如说，就是一进去的时候，法警就有说：“哎、欸，边啊卡派哦。”然后旁边关了三个，手一直伸在栏杆外面，一直敲，因为他们已经等很久了。你那个发抖，瑟瑟的发抖，而且那个地在等待的那个墙上都写很多负面的语言，就是那个牢里面死很多啦，那各种。你有看到哈门或420吗？没有，那个时候没有那些东西。哦，那个时候是没有。对，哎、欸，19年没有哈门的。跟各位报告一下有趣的事情，就是上次19年1月嘛，1月17，1月17，我3月1号才出道，抱歉，就这么刚好，可怜呢、啊。你真的蛮衰小的，而且、哦、我刚刚还讲到一个，就是我第一次做的笔录其实完全没有用到，因为我一进北检侦查庭的时候，检察官就开始念他自己手上的笔录了，说：“哎、欸，你是在夜店抽的对不对？夜店的谁谁谁给你的对不对？”然后我就看着他一直说：“对对。”请问夜店给你的人叫 Mike 吗？不叫 Mike， 不叫 Mike， 我记得不叫 Mike。超多！我今天又看到一句又写 Mike， 我知道，对，但是我的那个不知道 Steven 还是谁的，反正就是、Jason、对啊 ，Jason， 对对对，想起来了，是 Jason， 这是 Jason， 对对对 ，Jason， 嗯，然后检察官全部他讲完，他都没有问我任何警察局做的任何笔录，全部他讲完之后，他说：“那你有什么要说的？”然后我说：“我第一次进检座，从轻量刑。”拜托，你要进去拜托，大家不要蠢蠢的在那边说，我觉得大妈合法化。你想去乐界，你就大喊，你就喊喊看，没关系。OK， 你要去当烈士，我支持你。乖乖的在里面，对不起，请让我戒瘾治疗，我不会再犯了。对啊，最好还有2行泪跟1把鼻涕。他会觉得你的悔意很重啊，他会觉得好了，吓成这样，是不用这样吧？有人硬要演，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太多了，因为我的律师就有帮我说，可是检座这个持有跟吸食其实是同一天发生的，是警察一案2办，然后检察官就很生气，所以你现在叫警察来重新做笔录吗？还是我们现在不要判？还是转让给他女朋友是无罪？你觉得他这个行为可以吗？把我的律师大骂了一顿，然后我在旁边说好了，你不要讲了，没关系啦，起诉啦，好啦。其实有时候一定会被起诉的，我视情况会跟他对废了，但我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好的。我那个检座就是比较情绪化一点，我觉得。然后他就突然他需要 CBD， 就突然很大声的说：“所以大律师，现在你讲的是你比较有道理，是不是？”啊、所以我讲的没有错，没错啊，我也是这样觉得。哦，对啊，你不觉得吗？哦。我觉得我蛮有道理的、啊、哦。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的女友有去，她先进去开，我在外面听，搞得很紧张啊，因为我不能进去，证人先在里面被讯问，啊、一定要。然后我的律师就在那个门口偷听，偷听完之后又走到我旁边说：“我看状况不乐观。”哎、欸，你们都没有先聊过天哦？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啊。也没有告诉我应该要防备什么，他只是一直告诉我说你要做好被起诉的准备，但应该可以缓刑，但我也不能90%确认，就算是医生他也不会跟你说一定会治好啊，这样合理啦，好啦，我们对同道之间的做法，我们没有什么那个。如果我们这一集节目有司法单位服务的那个听众朋友，就是说是夜店的 Jason 给的，在夜店抽的，那真的不是我发明。你看我节目是19年10月才出来，1月的时候就有这种讲法，而且是检察官讲，你以为我说是谁教的？谁教我？好吗？真的不是我开始的，因为之前就有某些地检署说，你们不要再听李金奇乱讲了，他会害死你。我小呕吐大麻烦不烦谢咯。没有，我可以证明是2019年近期律师出道前大家就在用这个说法了，是不是？我哪有这么有创意，这么有创意的说法一定是简作教的、啊、对，连我都是简作教的，这个说法还不是我跟简作说的，是不是？怪我咯。我猜那个简作现在应该已经退下来当律师了啦。嗯，有可能，有可能，我蛮好奇这是谁的。天哪，超法的、欸。整件事情你总共前前后后应该花20万油，就是加国库的哦。没有，第一个持有吸食的侦查庭7万，然后后面2庭的律师各5万，所以是10万，然后缓起诉有一个公益捐8万，25万，对，然后缓刑有一个有条件缓刑6万，31万，对。哇，我数学还不错。对，然后再加上每个月要去验尿的费用嘛，这样total加下来，这样40跑不掉了，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我不同意搜索，6个字，你就省了40万，没错。你的人生应该就很不一样了。对，對啊、我人生就很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我本来年底要结婚。你看，我们挣扎了这一切。对对对，然后真请我抽2次烟，一次是我女友还没来的时候。然后一次是我女友来的时候，一起跟我们2个说：“哎，没关系啊，你们还是可以去结婚。”是啊，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随便把警察当朋友。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这叫做侦查技巧。他找你到后面抽烟这件事情，就是要从你嘴巴里套出一些东西。我开始抽烟是我出来当律师之后的事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说他们要去抽烟的时候，那我也要去抽烟。听看看你们在讲些啥。他们律师在现场，他就不会跟你讲些有没有，变成是我去跟警察聊天，因为他也是要一个很自然嘛，对不对？对啊。我说好啦，阿瑟，我再跟他聊一下，我再劝劝他啦，好啦。对啊，那个时候我就是傻傻的，全部阿瑟叫我做些什么我就做了。我还记得，就有一些小插曲啦，现在回想起来是好笑的。就是我大安分局1楼有一个准备要上车送北检的时候，有一个小间的铁栏杆。也是铁栏杆，有一个像笼子。对对对对对，我就那个笼子等，就是那个门进来的地方有一个笼子嘛，对对对，就那里。然后我在等的时候，他们又倒进来2位，一男一女这样，然后很法，坐在板凳上，讲话都讲不清楚。然后就有一个阿瑟就说：“你们这样不行哦，你们已经拉 K 3次被抓了，这次要6万块才能出去哦。”我在里面想说：“嚯，你已经被抓3次了，你就罚6万块就可以走了哦。”他3级啊。因为我每个月要去地检嘛，也很有趣，就是地检会安排那个关护人。你有没有去上正念班？没有，因为他有说正念班好像前面几个礼拜去，然后后面就可以3个月再去。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去上正念班的话，你就是维持3个月。然后我就算了一下，这就是给猴子那个对啊，朝三暮四啊，对啊，朝三暮四的道理啊。我先给你去，你其实那个时间是差不多的、啊、一样，它的总时数是一样。对啊，它没有被骗。当下我就想说，我没有要贪图那个前面先去。然后后面好像不用去，因为算起来都一样。他们都觉得我们智商跟猴子差不多啦。哦，原来是这样，你知道吗？对，他们觉得说，你们就是赶快去上一上，后面就会轻松一点。但其实是没有啊，就是你还是要走完这个流程，都是一样。课程内容是什么？就是有哪些东西是属于1级、2级、3级这样子。法治教育，对，法治教育。然后因为那个班里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你看很多安仔吧。1级、2级的都有。你遇到1级的是 Coke， 你有看到海洛因的？海洛因有一个，后面几次上课的时候看到那个人超奇怪的，超恐怖的。怎样？他明明就是海洛因进去的，但是他就一直针对大麻有很多的意见，就对了。他对大麻，请问他对护麻仔有什么意见吗？不是，他是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一直帮护麻仔们讲话。然后我就是在里面的其中一个护麻仔，但是我就听起来他又在酸我们，又在帮我们讲话，就是、不知道到底，就是有点复杂。对对对，哥，你到底在哪边？就觉得他交感神经很高。一直好像冷静不下来这样子啊，然后他的那个法治教育有一句话超有趣的，他说你们不要以为 K 他命是3级就没关系， K 他命其实才是最影响人体健康的，把 K 他命列为3级的原因是因为吸食的人太多了，我们抓不完啊。对，其实是正确的，他的说法是正确的，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批评毒品分级制度。我说这是狗屎，毒审会就是对狗屎是一样的道理，你知道吗？就我当下只有想说，欺负我们呼麻仔人不够多吗？有对啊，我们也是可以全部站出来的，就是你们不要抓我们的话。对啊，或是只是罚6万，我们就站出来了。OK 啊，给你罚。对啊，然后哦，我还记得有一张图很酷，它就是有一张正常的大脑、喝酒的大脑、安非他命的大脑、大麻的大脑，然后那个大麻的大脑，绿的吗？不是。比喝酒的大脑还完整，就是几乎接近健康大脑。然后那个观护人整个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他就迅速的跳到下一张，有一个人体的，因为他很尴尬啊。对，他就跳到一张有一个人体的时候，眼睛会照是什么，他就拉一条线出来之后，比如说海洛因啊，然后喉咙是什么，这样拉出来各种毒品，然后整张都没有大麻。然后他就说：“你们不要觉得大麻没什么，大麻会造成性功能障碍啊？是吗？”我在底下说：“有，你真的没有用过，大哥，你要确定呢。”他也说：“而且你们这些抽大麻的人要小心，因为你们在买的时候，这些卖家为了让你们更愿意跟他买，他一定会把那个纯度都调得很高。”我差点举手问他说：“谁介绍啊？怎么不分享？”说看看呢、啊？对啊，怎么调浓度？我想说，告诉我，不要拿到茶叶就不错了，还有特别能把浓度弄高的，拿一个低来，老师快点。哎、欸，那个是高阶农产品技术的好不好？对啊，你以为哦、喔？确认一下好不好？到底会不会说什么傻话 ？What the fuck？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里面都上这些，蛮有趣的啊，其实蛮有趣的、啊。其实不是说他们有抽过才能讲啊，应该是说你引述的东西，你前文要对后语。对，你不要，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真的。所以你上了，还有时数大概多少？我总共上了3堂课，每一堂课大概1个半小时而已，还好，所以我就是盘了一下才没有去正念班，因为正念班每次要去坐在那边好像1-2-3个小时、啊、他们发正念，他就是发正念，对啊，就是所有人盘腿坐在那边，然后但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在上班，嗯，对，所以没有在上班也不用去了、啊、哦，我买的考量是我根本没有时间去那么远的地方、啊、对。那观护人那边呢，就是地检署验尿呢，那就一定要请假。为什么？后面表现好的时候才不用咨商，不然前面他会配一个观护人关心你的身心状况，这3个月来要看他的喜好或是后面有没有人。我曾经被聊过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他把我家巨细靡遗的问了一遍。哇，他真的北检比较有钱耶，是北检还是北检？北检比较有钱，因为新北有时候没钱的，不好意思，你没有这个服务。我知道，这是比较有钱的服务，但是他一小间一小间的，而且在桃园街设备都蛮好的。对，那个是新的办公室，对，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种医疗储育啦。他不是说处罚你，他只是想要让你不要再使用，显然有效，你从此之后就没再用。对，没错，对吧？没错，对吧？而且我是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卫生局每个月会打来，看你有没有继续用啊，关心一下你的状况，偶尔会到你家楼下走一走。我还有接过他说：“欸，我昨天去你家。”我说：“什么？”然后嘞，没有啊，我就看一下你家的环境，然后我按一下电铃，没有人我就走了。我说我在上班啊，当然没有人啊。这算是心理卫生的一环了、啊。护麻仔们可能比较难以想象，有一些成瘾性物质的使用者，他们的家庭环境的确是比较不好的，那的确是没有办法自理的这种情况，他们的确是有访视的必要，因为以前有小朋友就发生不幸，对，因为爸爸妈妈是就是使用者这样子，所以他们后来他们非常小心。对啊，对。那你有被管区关心吗？没有，完全没有遇过管区来关心。因为有的会有管区去关心你。我记得我地检出来之后的检察官，虽然不用钱交保，但是就是限制住居。对，但是限制住居之后我就搬家了。你有跟他讲你搬家吗？没有。好了，算了啦，对、啊，都过去了，对、啊，都过去了。理论上要讲一下，理论上还是要讲一下，哎、欸、，Hello， 我搬家喽，这样子。对，我在2019年被抓，一直到我的缓起诉结束，这2年如果是限制住居，应该我都不能搬嘛，对不对？你可以搬，但是你要讲，你要讲，你要让你观护人知道你新家在哪里。哦、OK， 就这样而已。我搬了3个家。你要出国要干嘛？可是因为你户籍地址没有动啊，就是你老家找得到你，所以那其实还好。对，缓起诉期间是可以出国，但是缓刑期间也可以出国，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如果你在国外施用回来阳性，被地检署验到，你一样被撤销哦。你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哦。哦，然后记得在医院验尿是50 nanogram per milliliter 的浓度才叫做阳性，但是在地检署呢是15。所以你有可能会是医院阴性，地检署阳性，大家要注意这种情况、啊！你地检署阳性，你就被撤缓了。对，就希望大家不要再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那时候其实侦查完出来，在等待结果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你去查一下什么毒素果什么的。对，然后我去查完之后，就也有问了一些朋友，就说你不要搞那些啦，那些你赢不过台湾的司法机器，没错，你还要再重新叫你的警察出来做笔录，然后要翻供，要干嘛的？而且没有用的，对，是没有用的，搞很久你只会更累而已。既然前面没有做对，就赶快结束掉这个案子就好。因为其实他的罪不重，所以基本上你去争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然后你跟国家机器对抗。对啊，对不起，你赢不了的。对，我之前有很多很夸张的案件，他只是在路边抽烟，然后警察骗他进去说你来当通缉好不好，就是因为有个黑人在他旁边抽，三张里派出所，他就被带进去，然后一进去那个黑人说我手上的大麻是，就指着当事人说是他给的，然后马上被上铐逮捕，他说干你娘咧傻小。然后而且那因为那是一个黑人嘛，他是一个英国的黑人，英国来的黑人，就那个小警察在派出所里面说欸我抓到 Kobe Bryant 我当时我快疯了、啊、那一件打到高等法院还是败诉，没有用，说是争执所有证据能力有问题，他中间一堆不正讯问，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很可怜。如果真的一开始你就没有坚决我不同意搜索，后面就过了、啊就是顺着走吧。对啊对啊，你那天就可以再去吃宵夜了你可能早上还可以去吃富航豆这样子谁知道。对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没事，你知道吗？对，其实那个烟斗，如果你没有摸过的话，然后你那天验尿又阴性的话，或许还有空间。嗯，持有部分单打可以不用让他简易判决处刑，有可能可以缓起诉。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说，你简易判决处刑，你连庭都不用开，你就承认认罪的话是简易判决处刑，那一样罚6万、嗯。如果不认，我觉得是有平等无罪的空间。有那个时候律师有都讲，没办法啊，你就全部都认了。验尿阳性的结果比阴性轻，很荒谬吧？哦、因为你验尿阳性20克以下持有会被适用吸收，所以你可以去还起诉建议治疗。如果你是验尿阴性，你持有20克就会被起诉。因为20克要还起诉也很难哦，这就是我们司法很有趣、很有意思的地方啦，很有意思啊！我也觉得，对吧？那时候被抓到的时候说：“你快点祈祷，你阳性吧，快点！你快点祈祷，你现在是阳性，不然很麻烦，我还要凹看才能凹说可不可以给你还起诉。”再给你选一次，你要不要借人家车？我不会，我再也不会借人家车，不会，不。不是说什么我身上没有东西给人家收，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对，是还有人那个放在衬衫口袋，他觉得哦不可能，我身上没东西，他就是平躺在衬衫的口袋的底部，他已经洗到烂掉了，跟我的烟斗一样，已经经过洗衣机洗到烂掉，然后被一摸出来，你也是傻眼，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还有那种什么2年没穿的外套，里面有个空袋子，里面有一点血。超多光怪陆离的东西，所以你除非你真的出门前都检查过，不然就像我身上没有口袋，或是不要用啊，就是台湾实在是很危险啊，太危险了。你不觉得你用，然后一天到晚就是很焦虑，说等一下警察会不会冲过来，等一下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被验头发？哦，对，说到验头发，那时候曾经想过要全身除毛，然后变成光头啊。那你连眉毛都要剃呢？对，那我还找了各种想说会不会到底会怎么样啊？要不要就是全身干干净净的去见法官啊？那你要看起来很丑，对，有必要吗？我女友就说，你如果弄成这样，你连我都不要见，你不要说见法官，你先不要吧。我觉得你别见我。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正确了，就是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就是你知道，在当下就是慌了，超级慌。我出来之后2个礼拜瘦了10公斤，然后我同事还问我说 ：“Sean， 你这2个礼拜怎么瘦的？教我，我也要去。”我说：“大安分局减肥班啊，去，Go， 立刻以焦虑为名，然后立刻可以掉10公斤。”好啦，就是大家记得我不同意搜索啊，怎么样？大家看到吃完全餐的 Sean 跟各位分享这恐怖故事。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哦，真的是瘦很快哦，瘦很快。你多久胖回来？我好像没有再胖回前面那个体重了。你用就会饿嘛，那个体重是你强加上去的，那个体重本来就不是我的，是不属于我的，是。每天提心吊胆，如果你的人生本来就无所谓，那就无所谓。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正当工作，你有正当职业，然后有正当的生活交友圈的人，你真的会很害怕。之前虽然有人就开玩笑说那个地牢里面刻满了很多嘻哈仔的名字，说什么很像大嘻哈时代海选现场，那个时候应该没有，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全部都是你去死，火烧你全家，都是那种很国中生的，好激烈。哦，不是，我不是说他们是国中生，我不是那个意思，真的很激烈，很害怕。哦，我想到一个分享那个诈欺的，就是冠切跟我一起关在里面睡我旁边的那个人。他早上的时候，因为跟我坐同一台车要去地检，就跟我聊了一下天。我实在是没有心情跟他聊，但他就说：“啊，你是怎么进来的？”这样，那我就看看他说：“大麻。”然后他说：“啊，你很有钱呢。”我说：“还好啦，还好，还可以啦，开 BMW 还好。”然后我就说：“啊，你嘞？”我想说延续一下话题嘛，“啊，你嘞？”我去顶好开了一瓶牛奶，没有付钱，他们就报警抓我了。天！我说你就这样跟我睡了一晚，我是抽大麻的。欸，这太哭了吧！欸，那个真是悲剧哎，这太悲剧了吧？对，但后来警察有跟我说，你不要跟他靠太近，他是惯犯，他一天到晚在那个顶好喝牛奶。我觉得那应该是有一点，应该精神有点问题的人。对啊，對對對那个他，因为我看他睡得很自在啊，我没有看过在，反正我也是第一次进去啊，里面一个强盗一个诈欺，反正两个都睡得很舒服，这样，然后只有我吓得半死，吓得半死坐在角落。你有办法睡吗？没睡啊，我完全没有睡觉，来来回回走嘛，担心，然后一直到隔天进到地检，我都没睡觉。有一次我是警局问完了，开庭之前我再下去地检署的地牢再见一下我的当事人嘛。他说律师，现在到底过了几天了？我怎么觉得已经过了3天了，还是多久？到底过了多久？我说现在过3小时，你在跟我说笑吗？那他那个好像有点严重，他吓崩啊，他吓到整个说，我已经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懂，对，我那时候也是整个讲话都已经不是自己了。你那时候没有找，你律师后来才找。对，我后来才找律师。但是强烈推荐现场就马上赶紧找。没错，没错，一出事的时候赶紧找，因为前面真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没错 ，Better Call Zoe。对，今天感谢 Sean 的分享。所以在台湾，大麻还是超级违法。超级违法，先不要。好，就这样，拜。以上节目为主持人个人经验分享，非轨道立场，亦非针对特定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大麻烦不烦由李金奇律师主持，鬼岛之音凯西制作 ，Dino 剪接混音，在 Future World 录音。大麻虽有神奇疗效，但过度使用还是会让你脑袋坏掉。